拢是为台北出发，到高雄，高雄到台北。哇，但你拢有呢。阿海，你讲你六岁以后，你妈妈就把你放生，唔要去出横过。要唔过，这车票证明讲，事实唔是安尼，伊逐个月拢去看你呢。奈阿奶奶，伊既然来看我，是安怎？拢不要我知影咧。我想，应该是你妈妈认为伊家己做迄道会写你的面子，所以唔敢家己去面。一定是安尼啦，若不是不得已哦，倒一个查某人愿意做迄道啊，唔敢是家己感觉真见笑。嘛会予爱的人，予人起笑，伫别人面头前，头毛打袂起。我才袂安尼，做人好心，袂嫌家己老母啦。我算讲骨较瘦，生活无好过，无囝会当斗阵过生活，才是上过快乐的。沈北海，你唔是讲你细汉时阵伫过年，伊你妈妈来要去看你。拢会炸迄鲑鱼、路边仔搞去互你食，所以哦，你着特别怀念迄个滋味。啊，不过后来，不管你安怎食，拢食袂着同款的滋味。这哦，一定是因为你妈妈伫个台北的酒家学会晓煮一项菜，啊，专工炸去下港互你食。啊，不过一坐到嫁女方，爱坐几啊点钟的火车。那物件吼，都会淡薄仔生气，所以啊，你过去食迄便宜路边糕，甲你今仔食迄正统的气味无同款。你一直讲欠一味，就是欠一味啦。对，虽然讲这路边糕已经有小可生气啊，啊，也毋过，这是一个做妈妈的人，伊坐几啊点钟的车。就是要为着摕来给伊后生食，啊嘛就是恁母仔囝会当相逢、相佮快乐、欢喜的时阵，这就是上好的滋味啊！原来这滋味伫你记忆内底，唔是用食的，是伫你的心肝内。无怪哦，所有的师傅拢做袂出来啊！无唔对。无对，我记迄时阵吼，我食迄润饼糕，迄个味吼，拢有淡薄仔酸味的。因为吼，我拢是看到阮妈妈，迄时阵吼，我上快乐的时阵食，所以感觉迄个味吼，都是上好食的滋味。因为迄食的甲思念的滋味，不管你安尼规世人记条条。妈，你来遐尼讲咧啊！你若要骂我咧，我无可能怪你啊！看哪讲，你永远就是我的好妈妈啊！你是安怎要骂起来，陪我跟你见面，我误会你咧？你甘愿哦，出现伫阮师妹面头前，就无愿意跟见面？我知啦，你一定怪我对无？怪我误会你，怪我误会你的心意对无？我实在真不孝，真不孝，害你安尼哦，这么艰苦。我实在不好惊，我实在不好惊，我实在不好惊，我。好啊啦，北海啊，你莫像你阿自责啦。我你讲，我看到头家娘哦，哦，迄人偌温柔嘞，尤其讲到你哦，拢无半点仔怨恨，干那疼惜。我有甲讲哦，我讲哦，你人乐天成功。即嘛哦，佮事业有成，是一间迄大集团的大总裁。哦，伊听到你遮尔有成就，嘛替你偌欢喜的呢。我有甚物好欢喜的啦？我咧甲你讲过，我咧不爱趁钱啊。迄是钱哦，要走来找我啊。
像我即马想要见阮妈妈最后一面啦，结果咧，伊一个人影都无看啦，一点机会拢无要给我啦。我看到伊的时阵哦，就是哦，伊发生车祸迄天啦。妈，拜托的啦，我愿你用所有钱哦，甲你哦共同生活啦。卖讲哦，活一年啦，就是活一天，我嘛甘愿啦。你有听到我讲的话无？你紧出来啊！你紧出来啊！你看，迄阵时候我袂晓拍感动。你讲哦，后面来看我的讯号，我会拍感动。你看，我都一直学，一直学。我即马已经会晓拍感动啊！我就拍你看，你看，我即马拍你看，我即马拍你看。真好呢，妈，妈，妈，你现在无要甲见面呢，想到拢要鼻痛呢。哎呀，妈妈是有苦衷的，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有苦衷，我现在都已经知道了。那时候我现在真该死了，看你用球，我跟你结气，我都没保护你了。目睭我金兵看你那红拍，红球，我现在真该死，我现在真该死，我现在真该死。你别这样啦，你别这样哭。小猫妈妈，目睭要开起真正。当看到你，望到你，安尼我都心满意足啊！我都是因为无读册，什么拢未晓，干那会当去酒家上班。我欠钱要让你读册，希望你会当考大学啊！结果。遐个钱捡人手去，应该无让我是残啦。我怕紧，怕紧，妈妈，无紧啦，迄拢过去啊。我虽然无读大学吼，大学，但是我吼，感觉真够趁钱啊，对不？我感觉大汉啦，我即摆已经大汉啦，人生海海啊，什么大风大浪吼，我拢经历过啊，我拢行过啊，拢无紧。我唯一吼放袂落心的，就是咱两个中间迄个性格。我想该遗憾的是哦，你叫车弄到的时阵，要离开之前，拢无甲我笑笑尔，你晚到就走，拢无甲我讲一声，我永远哦拢无看到你啊，我永远都看袂到你。妈妈嘛讲话，对恁任何人来讲，讲话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。跟我煞讲袂出嘴，是的啦，妈妈伤你的心，我真正做唔甘的。哈哈，妈妈讲对台北来讲有看你安尼，你真乖的，而且你已经变到这么大汉啦。对，我现在做大汉的了。我唔做用的呢，拢是你请用大汉的。妈，我应该保护你啊，你唔免惊吼，你不要叫，你不要叫啊。妈，你不要叫，我会保护你啦，我会保护你啦。嗨，妈。小师妹，陈先生，哎，小师妹，这我一点仔钱米，来就好啊，早这边通啊，这啦，无啦，你要替我献媒哦，
解除这个记忆的封印哦，我当然来你睡倒下。哦，我给我准备哦，真大包的红包要来给你了。来来来来，感谢感谢。来啦，提起啦，别客气啦。红包落啊，我给你收起来。嘉靖，你替我关出去做善事，安尼你的心意我有收到，嘛袂扯恁的坏事。啊？哦，哦，好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我袂暗看啦，我一定吼写你的名关出去吼。来，李兵，啊，我这记忆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代志啊，敢真是有法度恢复啊？试看卖啊，无你靠时间久啊，江道生跟你死的手术，发力度较轻啊，较好破解。哦。你先把八字给我。我要写这个。鲜美的面，行。鲜美，你听好，拢是我想过过头，我想过笨蛋，才害你受伤的。你莫安尼讲啊，你是害我拖累啊，你搁替我挡不挡？是的。无安尼讲啦，无安尼讲啦，即届吼，咱无机会都走，肯定唔系。等老届，等老届哦，咱找着机会哦，咱来来走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你要有耐心，等我吼，等我，我一定带你离开，我一定带你离开。重的哦，我给你倒挂。嗯，免啦免啦，你个囡仔吼，抱掉就好哦。无要先休困一下无？哦，好啊，你会点无？来来，坐啊，阿个请。小妹啊。嗯。你敢会后悔对我走啊？暂时我也无法度和你过好日子啊！你敢甘愿安尼对我真好？真可能要紧的，上个重要是咱全家伙都会当斗阵啊！而且我相信，只要咱肯打拼，未来一定会愈来愈好，对不？哦，对啊，我一定会真打拼的。以后吼，我一定要和你个查某囝吼过好日子啦。想要逃出走，就敢差一点点啊，差一步，咱袂当永远快乐。兄弟，啊，你拢收起来啊！你真是拢收起来啊！